中，黄色的茶包每天都伴着整个角色，是谁送了情书鲜花，让他有了笑容。中间的非常高的，他叫露露，今年18岁，18岁。OK， 接下来换我们毛鹅，毛鹅请站到中间来，毛鹅。最佳歌手奖，小镇。终又带着哭，想哭。哦，他是谁的公主？哦，他是谁的媳妇？哦，他是谁的孤独？童话故事。尖叫声。谢谢。